而放仙，在虎狼关前大战一十八路诸侯，功高盖世。秦北的酒饮，相邀列公前来为我而请功。请酒。哎，谢谢。
太阳还是着凉。陆家调查，自幼亲父望老爷夫人教养成人，学习歌舞，促织文墨，近来见老爷双眉愁锁，相视不见有难决之事。
与孩之家不必多问，回房歇息去吧。是。
有请小姐吃茶。啊
哎呀，使不得吧？你我乃是同家之好，又灭我方。儿啊，在此陪伴温侯饮酒，为父去去就回。不要这样小家子气，为父在朝全掌温侯，你要好好的。师父啊，大人，你去去就来呀。小姐，请坐。小姐放命，小子调查。调查石川吉火吧，二舅灭化。
吃醉了吧？好。我今醉矣。莫非温恒有喜爱小女之意么？令爱一梦，美人矣。好，就将小女许配温恒，如何？
我才是是¡Gracias!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貂蝉。我貂蝉，多大年纪了？司徒，这道条理很哦。他已十八岁，老夫我还是你我十八岁了。看他天姿颜色，真乃仙人也。啊，司徒，你可知老夫我的心事啊？太师的心事，下官知或知晓。老夫府中虽有搬不动的金银山，却无有这脱心的鲜玉花呀！太师的心里，下官讨明白了。莫非？喜爱此女之意吗？阿司徒，你真乃许人也。好，就将此女献与太师张喜师父。司徒，此话当真？当真。这香啊，多谢了，不敢啊，多谢了，不敢。哎呦，太师，太子与良辰将此女送过府去啊。今日就是良辰吉日，叫他下面速速更衣，随老夫一同回府啊。良辰，下面进衣去吧。是。
你怎敢开始怎道士
恭陪郎泽建议，小姐多多保重，俺就把此去也。我来
小的奴才，命归西。
见他就该回避才是。是啊，我正要躲避，那吕布满脸笑容说道：“我乃太师之子，何用回避？”王才之音不能挂在心上。